牺牲一颗，我好像最后一条血好像不会那个。我想一下，下一关，那下一关可以，那就他了。11回，最快了吗？然后呢，我再打，我再过第一次呢。带白虎再加那个兵不行吧？我发现尾王好薄、哦，我天！我再转几路水柱就直接出来了。按对了，给他死。哦，他不一样，他是落打，他是落打，我觉得落打更难。来，跟他跑。慢慢打，慢慢不要打了。哦，他是那个自制龙子。嗯。哎，我名字不对，那个公子。木有是全体吗？嗯，不是，要指定，要指定，要指定。哪一个？这个？对。是吗？我指定对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点下去了。然后先打死左边的，对不对？超久了，没有练太久吗？我没有练，因为我在好早就好早的以前就解散。好了，哦，我刚才是第一只没有打死，吓死了。贝利尔一只把他打死。哦，你是木的跟神一起写，是吧？